看我变脸吗？你看天天看我变脸吗？变脸。变脸。好，170也可以，170。一千两千，奶奶收了500、200。然后再看一个黄包车。这里。不是，400、500。他说行，全程佩戴口罩，我很害怕。You should. If you don't do it. 很有创意吧？这是十。正儿八经是这样子的，大家给我看。老板建议帮助大凉山的孩子一块钱的老师一人是一块钱。你要是多心心的我们志愿者是住在就是你们我踩不了，我的耳朵是湿耳。前面可能，前面可能还有。快一点吧。很多有钱的明星呀，什么人呀，人都少了。嗯。以前这边人很少。对的，以前要排队的。这个时候来最好了。消费点东西吧。新年同学买金店，非常热情。来，感受山体验，算老成我的神。儿子，三个漂亮，妈妈来告诉你。哪个角色？应该是刷不起了，登不起了。川剧变脸。看表演吗？川剧的来感受嘛。四个姐妹是找其他的一位，体验一下嘛。酸奶牛。消。一个特色饮品。消费一下。还有买买。在今天看夏天珍珠。买点特色带回上海。没有特色，都是用手商品。来，尝尝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有的一定说嘛，做的小青豆油。点起面上面装好青豆油，再快点过场。嗯，对，在这边吃过一次饭，我记得。
全都是你的 David 在后面捏来捏很想家，全都是你的 David 的回忆。今天我就来过一次。你想吃啊？我家哥哥为你唱首歌。